规则，我们一共有四种题型，嘉宾在选定题型后通过挑战劈木板或瓦片获得答题权，答对即可获得与劈开木板或瓦片数量相同的积分值。王牌家族第一轮派谁来？腾哥来一个，让吗？来啊，来吧。你跟这我们那上卓哥呀，对吧？真假他是真假聂风是吧？对，来真假聂风，我来来。不是，对付这样的都上卓哥了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看看这玩意儿。哎呀妈呀，这有点那啥啊！哎呀呀呀呀，十成的瓦片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不好逼，感觉一下。真瓦片。腾哥是两片是吧？啥一点两片啊？卓哥几片啊？啊，你一片吗？我两片吗？你别看你是武林高手，但我这人，我到这岁数了，我也不服输。没事，我就让着你，你放第一片，我比你多一片就行了。卓哥，我三片。三片，我四片。六片，七片，十片。哇哦！你来。卓哥，你再往上叫，你是武林高手，你再往上叫。刚才那一下，武力上碾压你了，智商也碾压了你。喂，十片，十片啊，可以试试十一片来。不是，我看我能够着多高啊？多高我能使上劲儿？哎呀，到这儿一米，一米，先劈一米。这得100多片吧？一百多片呗。我看啊，因为我你算米啊？我能先试一片吗？犯规吗？试一片吧，因为这个确实硬度，试一片，感受一下。我感觉一下这个。哎呀！行不行？就一片。就一个，哎呀，这个二位壮士，刚才那豪言壮语真的是。这几片儿？哇哦！卓哥就是要打算一击制胜。来吧，猜歌。选哪个？接歌词。好吧，那接歌词来。接歌词哈。行。巅峰对决，真假聂风，只差一片，有什么想对卓哥说的？卓哥啊，虽然。私下里是弟弟，叫您一声哥。今天在台上，别说兄弟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卓哥有什么要说的？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傻把式，边练边说真把式。来吧。人家这词儿，接唱下一句，请出歌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哎呦，这肯定会啊，快去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太绝了，这是。我觉得我们说不说答案都不重要了，那边连第一个环节都完成不了。哎呀！哇，腾哥，你碎了三块哎！哇，哎，腾哥碎了三块，腾哥劈了，哦，哎，四块。哎，那你这不对，怎么上面还有没断的，底下断？啊，这纯内伤，这纯内伤，内功，这纯内功，是传说中的绵里针呐、啊，厉害呀、啊！卓哥，下一句是该出手啊就出手，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哎，我还没讲完呢，该，不是，人家我们那刚才正好喘了个气儿，你没听见？该出手，
就出手了，秒杀了这个。不是，我说实话，刚才我一慌，我都没用我主力手。主力手，我左撇子。刚才我一慌，拿这手拍了一下，就没有放大，没放大。那就直接左撇子再来一个，来一下。宝贝儿啊，以后说不定啥样了。40多年了，舍不得你啊。运个气吧，真的要不要运气？要运气吗？把那气都憋到这儿来不？可以运呢。好，大力水手了，把气都憋在这块儿。沈公子。我在运气的过程中把我的气力我看看了这个情况。卓哥拿了12分。对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这边出小童。那就我去了。哟，谁留你了？怎么还徘徊什么？应该女孩对女孩吧。恭喜可以啊，恭喜来。小童几块木板？三块。5块。哦，6块。6块。小童说6块，他6块，咱7块。啊，7块，那我们5块吧。还往回撤呢。你们面临的挑战是听 BGM 猜影视剧名称。来，音乐起。哎呦这，哇！哦，全碎了，全碎了！哎呀，我天！哇！答案：功夫。回答正确。目前小童拿到5分，好，归队落后7分啊，要奋起直追，谁来？我来。哎呦哎呦，力挽狂澜了！你得压轴啊！我压什么轴了？我输成什么样了？我呀，我真是，我都不骗你们，我手没劲儿，我平时连瓶盖我都拧不开。是，这辈子哎呀，长得最不像公主，但就有公主病。我来，天爱，那这样行吗？我们现在差你们多少分？差7分，我们差7分。差7分，不管天爱多少块，妹妹超他7块。真的，哥，你刚才那7分怎么丢的？你自己啊，你自己还好意思你？7块啊！哦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多少块啊？你也有今天。16块。16块。8个，我8个吧。好，可以。16块，我们是8块，我得对得起英雄大会这几个字儿。咋还击鼓呢？自己还击鼓呢？你是不是想让别人给你拉出去斩了是吧？有什么要对天爱说的吗？抱歉了，打你脸了。有什么要对家里说的吗？啊，不接。就治你了。来吧，做好准备，王牌家族能不能瞬间反超，就看这一局了。做好准备，请出歌。
全断。咱们晚了。先击碎十六块木板的是贾玲，哎，有一个没碎，有一个没碎，碎了，没碎，碎了。哎呦，改飞镖了是不是？十六块，太厉害了！答案是，不如，完，不如温柔童年。回答正确。哇！王者，王牌家族领先9分。啊！哇！哎呀，这都，哎呀，什么呀？没中毒。领先9分啊，优势非常大。花花随便玩呗。好的。若云把这9分追回来。我。若云这下得拼命了。来吧，步惊云。若云多少片？你们查的我。九块。九块吗？因为落后9分，他打算一下追回来。啥9块啊？我们整2块，你们都还输呢。再多整几块吧，10块。10块了。哎，好了，够了，3、4块就赢了。11，哎呀，我们也是11啊，我偷给花花多放了1块，让他心里没有障碍。所有的心眼啊，都用在家族内部。没事，在家，加，不是，哎，糖糖，14块。不是你们要赢了，后边我要批20多。你考不考虑后边那个人？师哥，你啥时候要过那强啊？我可以给你拿走10块了。可以啊，你们选的题型是什么？猜人物啊，猜人物，咱人物。全部会上位，智慧加点气势，想要世界调转。天哪！花花首先劈断了5块，答案是韦小宝跟康熙，建宁公主。这个是《鹿鼎记》的歌曲啊，回答正确，白惨了，白宇哥加油！小宋，你好像一个就行了，我已经10几个了，14个了。小宋，你无实物就行。那不行，咋得有一个呀？让我这心里阴影。咋的得十？你低于14块就是认输。我就14个。那也只是打平，15个，优秀。哎呀，哥，你真劈不开15个，我试试。我先试1个。哟，一个都这么硬啊？你以为呢？一个都这么硬啊？我要15个呀，一个都麻了。5块，你们俩比哪个？还是人物吧。人物啊，好，我答不上来呀。但这样行吧，就是小宋这边好多歌他都没听过，太小了，昨儿刚出生。咱们公平起见，就是全对可以帮着猜。同意，不然的话对小宋确实有点不公平。好，但是最终答案的确定只能从他们两个人口中说出来。可以，那可以，可以。请听歌。但是，不是，我就14个，15个。我说，你先批的，你先说。
五，哪个来着？四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哦，包拯八贤王，包拯八贤王，包拯八贤王，回答正确。哦，少年包青天。哎。没得比了，没得比了，已经输了，就应该告我们再批一两把。因为这边有卓哥，所以他们各种不服气，他们一直在说，要么卓哥跟王牌家族挑个最狠的，挑来吧，一把拼一下。呀，不是哥，我成最狠的了？你还不是哥，我能行吗？你行，可以。你能直接把卓哥劈了？可以可以，咱不再猜了，劈完谁赢，谁劈完谁猜。干劈是吧？干劈，是不是干劈？干劈，也干劈，这有干劈的，要综合有综合的啊。看你们劈多少的那个。我这样，卓哥，我两片给你一片。你两片，我一片。木片我觉得都得，甚至得三片。你是哪一队的？你还是个一红的脑袋啊？对对对对，那就一片一片。你就十四个木板，卓哥十四个瓦片，一锤子定胜负，接个歌词儿。好，好不好？行。这是多少？十四，十四个。你再加两片，我试一下。终极对决，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假孔慈、真聂风。有什么想对真聂风说的吗？假孔慈。哇！别看我是女人之身，但我的力量可不比任何一个怪兽弱。最近的包袱又不好笑，又奇怪。卓哥，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的高手，是有的会让你意想不到。我想到了，嗯，想到了。来，接歌词，请出歌。你与我生死与共患，谁与我生死与共患？不弄了。谁与我生死与共？谁与我生死与共？小玲，你这没劈开可能还有人敢，劈完以后没人敢跟你生死与共了。谁与我生死与共啊？他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。你来吧，你生死与共的。卓哥，这个是能劈开吗？刚才试试。离得远点，离得远点，快！英雄，十六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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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天哪！只有我能跟你松生死以共。哎呀，他这搞笑女之光。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